场心灵的交锋，就像飞鹰不惧雷霆，用一双翅膀开天破云，守着一份执着，勇敢前行。我们的青春不负那些美好的光景，我们的信念终将融化坚硬的寒冰，我们的誓言能照出世界天平转型，我们的赤诚能看到金色的光影。肖警官也喜欢下棋，就是喜欢先发制人。我喜欢见招拆招。我落子的地方肯定不是你所想的地方。哎，不是我所想的才正是我所想的。你们忘恩负义的东西，拿下那个渔场，并购了美线，明年就能上市，到时候我们的收益你想都想不到多少。宋一南被警察盯上了。宋一南，既然是阿发提供的情报，那我倒觉得就让阿发处理吧。喂。哎，小兵。啊不，夏组长，那个我挺好的，我有点工作想和你汇报一下。今天我去见过宋一南了，只是原来想炸出点什么东西来，结果没成功。喂，说吧，我听着呢。哦，是这么着啊，我听说你们这个日记修复了。你的消息很灵通吗？不是，夏组长，你这日记修复了，你知道对我有用，你为什么不提供给我呀？小简，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说。如果十年前没有你哥哥的原因，你会选择留在京镇还是刑侦？如果夏冰，如果有如果的话，十年前我选择你。我承认我当时选择和我哥哥有关系，真的有关系。我也知道表面上经侦没有刑侦那么轰轰烈烈的，但每次我听到老百姓，那么多老百姓被称作韭菜一茬茬被割的时候，他们一生的积蓄被骗光的时候，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觉着我干的这件事是有意义的，我干经侦是有意义的，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没后悔。我现在把经侦当作我一生的事业，我会一直这么走下去。说完了。喂。啊，我没什么事了，再见。再见。
在美仙与大洋的争夺战之后，我被宏远停职了，海翔分部被停止了操作权，但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不过这种平静确实是我最幸福的日子，一度让我忘却了许多烦恼。陈心是个可爱的姑娘，和她在一起，我虽然烦恼缠身，但也能感受到生活中最真挚、最单纯的快乐。陈心喜欢吃辣，我就没有她这种口福。记得一次和陈心逛街，饿了，一起在路边吃辣锅。虽然我不能吃，但是我必须得要陪她一起吃完。她的美食，辣锅，真的不负虚名，辣得我仿佛七窍打通。本想换一家，但是他喂我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多吃了些，再多吃些。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情逸致在这看书啊？不，停职就要有个停职的样子吗？公司只是暂时出现了问题，又不是解散了，特殊时刻不至于吧？关我什么事儿？你就这样心甘情愿待在家里啊？我心甘情愿，多舒服啊！看看书，玩玩狗，欣赏欣赏美女。别看了，我很关键的一段。哎呦，闺女来了！阿姨好，饿了吧？啊，你等着，我给你做糖醋排骨。在国外哦，就想这口，可是怎么做都不是味儿。阿姨，阿姨，放着我来，我也会做，而且我做的好呢。你会做啊？啊，好，好，好。那你坐，啊，快帮忙啊！好，好，我们一起。好，好，好。啊，你们坐，你们坐。做饭这种事儿我真的不懂啊！我可以给你当啦啦队，你做你的饭，我给你唱歌跳舞，你觉得行吗？怎么样，签完了吗？你说吧，你是不是有意让我切的洋葱？不是让你干点活就这么难过啊？宏远证券有了新的计划，准备撤销海翔分部进行重组。至今以股市印钞机冠名的宏远负责人徐峰几度创下业绩，可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徐峰。至今以股市印钞机冠名的宏远负责人徐峰几度创下业绩，可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动会对股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时候的事儿？儿子，现在收手还来得及。陈心是好姑娘，你就跟她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吧，这不挺好？我爸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难怪，难怪当时高烧不退。我还纳闷，你为什么从来不问我？因为这个画面实实在在地落在了我心里。妈，我想知道害我爸的人到底是谁。这些年我找他找得很辛苦。线索吗？我不确定，但是他就是你爸当年唯一的合伙人。
在徐峰沐浴爱情的同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苦苦追寻多年的杀父仇人，居然就是他一直以来视为恩师的宋一南。处于矛盾漩涡中的徐峰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他知道，他和宋一南之间的战争即将拉开序幕。来了。你怎么来了？我就想抱抱你，只想抱一抱。辞职够舒坦的，每天看看海，悠哉悠哉的。海江怎么样？正式解散，孟昭石、郑华各自分配。你觉着他们还能干下去？我欠他们。我也欠他们的。渔场能够顺利保住，多亏了他。这些年欠太多人情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峰哥，其实我们都在等。等什么？等您的一句话，重新成立一家公司。最大的软肋。我在努力地克服我的善良。哼，小子，做大事你还嫩呢。我到这儿来呢，首先是要说一下海翔的事。我接受董事会委托来宣布，经过董事们的各方意见，公司最终决定解散海翔。孙总，我想知道为什么海翔为宏远增加了15%的业绩，远远超过了宏远其他的部门。你现在解散我们，不正是应了外界的谣传？
孙总，现在外界都在谣传徐总和宋董事长反目成仇，如果现在解散海翔的话，那不就应验了吗？请大家不要相信外面的传言，宏远始终是宏远，海翔仅仅是个分部。解散海翔是我们董事会全体成员最终讨论的结果。能再给海翔一个机会吗？毕竟我们现在拥有大量的客户，这样对宏远也是造成影响的。我已经尽力了。那其他员工怎么办？至于海翔的其他员工，公司会重新分配到其他的各个分部，具体的通知还请各位暂时先回去等消息吧。陈鑫，你跟我过来一下。安抚一下他。宋董事长让我转告你，他给你留了人事部经理的位置。那其他人呢？从头开始。宋董事长爱惜你的才华，不降反升，已经是破格的照顾了。替我谢谢他。徐总来了，找宋玉楠去了。董事长，之前的投资让我们的资金出现了巨大的亏空，恐怕瞒不了多久了。我知道了，我来想办法。这事儿能压多久压多久。哎哎，干嘛的啊？怎么回事？师徒俩有事要谈。还来找我干什么呀？想求我不解散海翔，晚了。你我的师徒情谊从那天开始灰飞烟灭。我不是为这事而来，我想告诉您，我本不姓徐，我姓赵。你姓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我的父亲跟你有关系。不感兴趣。他叫赵阔海。从今天起，我正式向你宣战。站住！从一开始，你接近我。就是你设的局，是吗？这已经不重要了。回见。徐总，你说我们干了这么多年，到头了还他妈重新分配，什么东西啊，早就不想干了，就等你一句话，哥几个明儿自己独立。哎，这就是个规律啊。我呢确实也有单干的想法。什么时候？明儿我就辞职。你先别着急，稳住了，暂时我不想让你们掺和进来。什么意思呀？没什么意思，峰哥就是担心你们，不想让你们跟着冒险。你呀，现在父母呢还在医院疗养，就算是让你从头干起，你也要忍。你需要一份工作。哥，我想跟着你干。你也别着急，你本来就内向，又没什么工作经验，先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相信我，
等我稳了，一定把你们叫来。我们一定会东山再起。东山再起。你们什么意思啊？喝酒不带着我？喝的是庆祝的酒啊，还是散伙酒？散伙酒。那庆祝酒呢？什么时候喝啊？我虽然不知道你跟宋一楠说了什么，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依我对你的了解呢，你应该不会善罢甘休吧？所以你创办公司，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你稍微沉一沉，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来不及了，我辞职了。什么表情啊？是不是超感动？赶紧说点好听的呀！本来我以为后半生可以靠你养了，你这么一辞职，压力真的很大。吃软饭你没那个命。好吧，既然没那命，我就好好努力，我养你。说定了啊。放心，最近。请问你是徐先生吗？不是。哦，终于找到你了。您是？不要着急。我们知道你成立了新的海翔公司。我们公司的王总对你的项目特别感兴趣，想请你过去谈一谈投资的事情。哪一个王总？海翼集团的王海丽。先生请，我女儿王海丽。你好。你好，你好，宋一楠。海翼的投资部总经理，叫我海丽好了。好，好，好。这次的投资管理计划都是他亲自拟定。真好。年轻就是好啊，将来天下是他们的，那是一定的。哦，你等一下，我去换套衣服。哎，不用，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们王总怎么知道我要办公司呢？不知道。那你是怎么找着我的？不知道。咱们待会儿，哎，咱们待会儿去哪儿啊？我们待会儿去哪儿？不知道，请你挑一件。我觉得这件挺合适的，这件一定要配上这双鞋。Thank you.
把整个山头都给包下来了。我们这上下一共28间房。酒店吗？私人别墅。好久不见。你好，王总。欢迎你百忙之中过来。哎呦，坐。好久不见是真的，百忙之中真没有，我已经闲了很久了。股票印钞机的旭峰，明海谁不知道啊？哎呦，抬举我了。上次我问你的问题有答案了吗？什么问题啊？宋一楠癖好。跟你这种八卦小王子一起工作？哦，能能能。这不是八卦，我们搞金融的一定要了解对手，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么有自信，那个呢？好吃。除了这个以外，我真不了解。他挺好的。他都把你给开了，你还这么护着他？嚯，这事儿传得这么快啊？这都不能算是内幕消息，就只能算是江湖传闻而已。王总找我要谈点什么事儿吗？我想和你合作。你想重建海翔，我来投资。怎么了？觉得我不靠谱吗？哦，不不不，不是。这天上突然掉了一个馅饼，我有点不太相信。您是海翼的千金。那您家大业大的，干嘛要投海翔呢？我的目的很简单啊，商人的首要目标，赚钱呢。那你怎么知道海翔能赚钱呢？我不确定，但是我想赌一把。我这里有几家公司，还有一些消息，一些外面人不知道的消息。这几只股票都是即将上市的几个公司，但是风险评估的结果过高。如果你能跟我合作，我想赚笔大的。这不是评估过高，是这几家公司根本就不适合投资。所以我找你来啊。您怎么会这么信任我呢？今年海翔投资了242只股票，其中盈利的超过30%。那你知道赔了多少？亏损超过20%的，占资金的15%，所以没怎么赚啊。但我看到了上限呀，我现在有每一家证券公司的投资数据和收益最高记录，还是海翔。您这个数据推算方式虽然不太专业，但是我没说我专业啊，我说的是我想赌一把，赌的是你。从现在来看，你已经是到了低谷。这个行业从来都没有雪中送炭，只有落井下石。我算是你唯一的希望了。没有雪中送炭，那您到底要什么呢？要你啊，要你给我更高的回报率。合同已经拟好了。回去好好商量商量，随时过来跟我签约。好，那您给我点时间，让我回去想一想。啊，这衣服谢谢啊。送给你了。啊，好，谢谢。我可以把这些都拿回去吗？等我消息。再见。拜拜。这边说的。爸爸。
你来了。嗯，来了。哎呀，聊得挺好的。嗯，小伙长得嘛还行，挺顺眼的，不过好像门户不太对吧？你说什么呢，爸？什么说什么？就我女儿好不容易看上一个，我还不得好好考察考察？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那样。哎呦，你妈倒是期望是啊！你说你妈为了你这婚事儿啊，哎呦愁的，天天给我叨叨咕咕叨叨咕咕，好像我女儿嫁不出去似的。不过作为老爹呢，我是希望你是永远嫁不出去，永远待在我身边，那多好。可是毕竟不现实啊。这样，我提醒你一句，将来呢，无论你跟谁，他都得对你好。对你真心的好，不图你别的。嗯，否则的话，你爹可不答应。爸，知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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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回去，你先回去啊。嗯，知道了。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这么简单，人家就给你投资了。白纸黑字不是写得很清楚吗？这衣服怎么回事啊？人送的。啊，平白无故人姑娘给买身衣服呀？也不是无缘无故吧？嗯，是觉得我寒碜，不体面，带不出去，谈事儿什么的就弄了一套。这么合身、啊，我是模特身材啊，四八 M 号，我穿上都这样的，老贴身。那你要看他不顺眼，我脱了。穿着呗。啊不不，我也觉得有点嚣张，这衣服。嘚瑟。好了呀，赶紧看合同吧。不用看，人家海一占60%，你是董事长。没有什么疏漏。就因为什么都没有。才觉得奇怪，凭什么呀？啊，你帅啊？也许吧。天上不会白白掉馅饼的，这人情我们都得还。咱现在赶紧解决那40%吧。不用想了，我已经搞定了。你这么厉害啊？怎么办呢？我之前的一些老主户，他们合起来投了20%，还有你那个老大哥霍刚也投了20%。你怎么把刚哥也拉进来了？人家是觉得你呢怕有风险不敢找他，他就主动找上门来了。哎呀，反正现在准备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看你了。是看我们的。之前的公司叫海翔，那接下来呢还叫这个名儿啊？海翔私募。废物，真不知道养他们干什么，做的项目一个比一个烂。明天让他们重新拟定。哎，徐峰那边有什么动作？他们已经成功挂牌，起名叫做海翔私募。这么快？谁投的资？海翼集团。老东西，明摆着跟我对着干着是吧？调查过了，这次投资的并不是王振东，而是他女儿王海丽。都一样，血管里流着一样的血。董事长，嗯，还有一件事，说，之前投资大洋失败的亏损，算出来了，多少？1.2亿。我知道了，这件事千万不能让董事会的人知道。这个亏空，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它补上。明白。
去吧。是。这是虚风日记中记载的虚风与宋一南的第一次交锋，以宋一南的失败告终。这次失败让宋一南非常的恼怒，只是此时的宋一南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失败会把他和宏远推向怎样的深渊。哎，龙哥啊，这么多年不给我打电话，我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了。哪能呢，龙哥，我现在需要一大笔钱，希望这次你能帮我。没问题，都是老朋友了。不过从我这借钱的规矩你是懂的哦。规矩我懂。嗯，需要多少？1.2亿。宋宏远怎么样？钱海翔的员工基本都被散落分配在其他各个分公司，从头干起，互相排挤。想想都知道，肯定这样。这很正常，一边打压一边离间。可以啊，长大了，勾心斗角你也能看得出来了。欢迎你来到成人世界。哎，我看看，我怎么觉得还是长这么幼稚呢？哎，老大，有事跟你说。这个是宏远公司各组的自配材料，宋一南所投资过的股票信息都在上面。干得漂亮。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扩大海翔的规模。找一个好时辰跟他们决战。但我统计了一下，之前的大洋并购案对宏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当时宋玉南利用大洋打压每天的股票，从而由宏远继续回购。但是呢，我们从中做了手脚，每先以低价格重新回购，这一来一回中间的差额损失基本都由宏远来承担了。哥，你发现没有，这份资料上并没有体现出损失的那一部分。这事儿你怎么看？我认为应该是宋一南故意把他隐藏起来了。为什么要故意隐藏呢？这个可能是和宏远组建结构还有决策机制有关系。宋一南调走这么大一笔钱，董事会没有理由不知道，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他瞒着董事会做了这些事儿。照这么说的话，现在是我们出手最好的机会啊。泪水不知从何而来。
坚强吹散眼中的阴霾，曾经害怕抓不住未来，才让自己漂浮在人潮人海。明天的对错不用去猜，信仰还在原地等待，就算耗尽自己所有忍耐，也不让灵魂渺小如尘埃。如果心是一片宁静的海，总有月光洒在白云外，途中忽然想起天来，一路慷慨终将看到美好未来。如果心是一片宁静的海，总有月光洒在白云外，终将看到美好未来，一路慷慨，终将看到美好未来。